咱62，长得漂亮点，人家多花1000，听懂不？咱说实话，咱也说实话。那我这事儿值多钱？那不值2000块钱不？我给你1500，在我心里的目标，差点。咱说实话。嗯，那你再重找吧。老年人相亲各种各样，奇葩事件绝不重样。77岁土豪相亲67岁大妈，嫌弃大妈长得丑，大妈直呼别人都说自己是大美女，天空一声巨响。大爷闪亮登场，18年中医了。这个诊所咋没在底下找一个门市呢？不用，我就八路一样找我。常大爷，今年77岁，有房。别看大爷没有退休金，但是人家每个月的收入可不少，因为咱大爷干的是行医救人的行业。这女多，俩姑娘俩儿子，大姑娘呢52。电子研究所退休，二姑娘呢19中老师，大儿子老三联通的邮电学校毕业的，老儿子呢学不会，我给别人针灸他丑都害怕，往学位打针更害怕。那小孩才20来岁，那强直性直流脸呢，我只会有的半年多吧，我都没收他药费，我都没收。大爷不但每月收入高，这卡里的积蓄更高，提供大爷未来50年的生活完全不在话下。这么看，咱大爷这是完全实现了财富自由，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干老本行，完全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啊。不过红娘也有自己的疑惑，大爷为啥把诊所开在8楼呢？大爷医术高超，即使医馆开在了8楼，每天上门的客人也是络绎不绝，甚至还有很多人是慕名而来的，省下了租门面的钱，不是可以多去几次按摩店了。虽然大爷一身本事的赚的是盆满钵满，奈何子女两个没有一个继承大爷衣钵的，一听说要针灸就头疼，白白错失了赚钱的好机会。诊所已经参观完了，大爷又带着红娘准备回家参观参观自己的房子。我打麻将不会呀，不是情况，我消磨时间，我好静，抽烟喝茶不喝酒，老伴活的时候抽烟特别少，一颗烟抽3天，今年能力72年。啥病啊？肝癌，没有一天看他这个遗像，每天都想吃不起饭，睡不着觉，孤独。虽然大爷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，但是行事作风那是相当低调，不是兰博基尼买不起，而是剁椒鱼头更有性价比。就这样，大爷带着红娘来到了自己家。大爷的阳台可是住了不少的绿植，大爷说了，老伴去世多年，如今大爷一个人生活，这孤独寂寞可是难以言说，只能找点事情打发打发时间。真是唱戏的淌眼泪，可歌可泣呀。自从老伴去世之后，大爷顿时觉得房间空空荡荡的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为了不再忍受这样的孤独，大爷振作精神，准备重新找一个人能陪自己共度余生的人。说起自己的择偶标准，大爷的要求并不高，只希望对方对自己是真心实意，那自己对他也是掏心掏肺。要不说大爷是个疼老婆的主，虽然还没有找到未来的老伴，但是给老伴的见面礼早就已经准备好了，七千的大雕说买就买。大爷出手那是相当阔绰，我们给未来夫人穿的，一回没穿上，二夫人的，给未来夫人准备的呀。是，哎呀妈呀，花多少钱呢？这个定了7000块钱。根据大爷的要求，红娘很快就找到了眼前的庞大妈。庞大妈今年67岁，每月退休金2000元，有房，看过了生老病死，大妈也是格外注重养生。这养生课堂可是记了满满2本子。养生呗，有钱没事拍打拍打，按摩按摩，我记呀、啊，记录啊，你不记不行啊，2本书快写满了哈。哎呦天哪，这都写的满满登登啊！看完了你不写下来忘了，我记下来就寻思用呢。你看无事之症了，最后也是癌了，不治了，治不了了。给他治病花多少钱呢？那都家里头所有的积蓄都花没了，1200块。不巧了吗？咱大爷正好是个老中医，让他来给你调理调理，活到100岁绝对没有问题。说起自己的择偶标准，大妈也不像其他大妈那样藏着掖着，嘴里说着只要对自己好，最后都是要钱的。咱大妈直言自己已经不想过苦日子了，现在只想找个有钱的老头，安享晚年幸福的生活。
真是土地庙里天窟窿，属实不妙啊。两人刚一见面，对彼此的印象都不太好。老啊，瘦啊，我瞅有点老似的，赵先生没有我前妻长得漂亮，就感觉老。说实话，哎，你那说吧，往外领是领不出去，不过这纸也还行。大妈嫌弃大爷太老太瘦，大爷也觉得大妈没有自己前妻漂亮，红娘也是担心这门亲事得黄，连忙给大妈介绍起了大爷的体贴浪漫。虽然大爷的颜值打动不了大妈，但是人做不到的并不代表钱也做不到。当看到大爷衣柜里的貂绒大衣之后，大妈的心态就有了改变。这件皮草啊，是大哥给这个未来的老伴准备的，你说这男人多浪漫啊。你打动我了。情侣装有我买的，我不会在网上这电视购物，就这个。还有情侣装的，哎妈呀，你也真浪漫。大爷不但准备了貂绒大衣，连情侣装都准备好了，可见这个老头是多么的浪漫。在红娘的唆使下，大妈也是半推半就穿上了情侣装，站在一起，两人看着有那么点般配。重比我都得重，我120斤吧。你老板多钱呢？2000多不点。我看他挺稳的。未来这个老伴呢，他还是有诚心的。普通便饭能会做吧？家常便饭。饭店我真吃够了，我瞅挺稳的。大妈对大爷也是越来越满意，大爷对大妈的好感度也是蹭蹭往上涨。虽然生活需要浪漫，但是也少不了柴米油盐。大爷说了，只要俩人成了好事儿，家里的开销自己全包，大妈想花多少钱都可以，另外还给大妈零花钱。两人都是前年的狐狸，在这互相试探呢。大妈生怕自己要的少了，大爷也怕自己给的多了。两人拉扯了许久，最终大爷不耐烦了，先说了自己的想法。毕竟对方不年轻也不漂亮，在大爷的心里不值这个价。虽然不想给那么多钱，但是这饼一定要画得够大，这样对方才能上钩。给多少？你说吧，一个月你想？你说，你要61，长得漂亮点，我给你多花1000，听懂不？再说实话。我说实话，我给你3000多。你要是我原配行，要不原配的，照我心里的目标，差点。再说实话。嗯，那你再重找吧。果不其然。虽然以后的事儿说不准，但是眼前能拿到的是实实在在的。大妈也是心言同意了，刚刚的讨价还价让自己显得很廉价，大爷赶紧补上几句，可不能丢了自己的面子。随后大爷又带着大妈去自己的诊所逛了逛，大爷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的心里话给说了出来，气得大妈都急了。自己可一直都被人说是大美女的。那你别嫌我老，我也别嫌你丑，这说实话啊。我还丑吗？咱俩相依为命。人家谁都说我是大美女，你还说我丑啊？咱俩相依为命，听不听懂？听懂。大妈，丑虽然不至于，但大美女确实有点夸张了。既然大爷家都参观完了，自然也应该看看大妈家是啥样的。花开花落终有时，相聚相逢本无意。大爷大妈都非常珍惜这一段黄昏恋，希望他们能余生幸福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看老年人相亲视频的朋友们上点关注下点赞，幸福与你常相伴。